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大制度论》的第一卷。好，我们引用的是后官院长整理的讲义，好，第14页，也就是佛陀说般若法门，好，说般若波罗蜜经，好，尤其是大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什么？21种缘起，对不对？啊，第五，是法实相，拔出邪法。啊，所以我们说实相如果现前的话，就如同验证到了真理的现象，那是清楚而明白。所以就我们一直讲说，它就很像那个测量的锤跟那个什么水平仪呀。稍微有一点斜，是不是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啊？哦，但是我们说这种水平仪或者垂直线，不是拿来去量别人有修跟没有修，是在量我们自己啊。这样知道吗？如果平时拿去量别人哦，会造成很大的困扰，而且自己会变得很傲慢，那个反而是什么烦恼？其实。佛陀教我们这些呢，都是希望是怎样量自己，哦，是测量自己，就不会去干扰别人。啊，有人说，那这样子，别人都错了怎么办？你不用担心，把我们自己做好再说。我们看不惯别人的错哈，就是看不到自己的错。其实自己做对了，人家就自然会怎样受你的影响。而我们自己老觉得别人不对，看不惯别人的不对，其实人家也在看不惯我的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根本之道还是从自己下手哈，是在量自我，不是在测别人。哦，不要一直拿着一把尺子在量别人，我们碰到这样的人，我们都赶快哦退避三舍，避之唯恐不及啊，那是会结很多恶缘哦，啊，但是量自己呢？修正自己，是不是反而广结善缘啊？那才是去广结善缘的啊！好，所以我们来看哦，复次有众生得度者呢，以佛大功德智慧无量，难知难解故啊，为恶师所惑，心莫邪法，不入正道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呢、啊，对佛陀的至高无上的功德，哦，这是大功德，而且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佛陀的一切智智，哦，佛陀智慧的成就，那是真的是无法去衡量的啊，所以是难知难解，也因为难知难解的缘故。所以，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是凡夫哦。我们的果位是不是很低的？哎，那因为果位低，我们的判断的能力就差，而我们也不愿意去运用佛陀教我们的，会觉得那个太困难了，太难了，无量无边啊！我们自己又很退却，所以呢，就很难免被恶师所惑。哦，有的人说，啊，你不要学那么难的了，简单一点的就好了。当我们太简单的时候，其实是很难上去。我们都喜欢简单，至圆、至简、至顿，哈，其实简化了佛法。因为我们从初分别要到细分别，这个是我们本来汉传所，我们的民族性上不喜欢的，所以玄奘大师。把唯识学传回来中国，哎，传没几代，大家不要哎。为什么觉得他太烦了？给我一个最简单的就好。但是，一旦简单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次第了，然后就紧抓着不放啊。紧抓着不放会怎样？向下还向上？对，所以这个用这个图很方便，有没有？就会知道，应该他会有原则。大原则性嘛，
越执着越向下，越放下执着才越向上，放下执着才向上，放下才向上的。哦，那所以我们碰到恶事的机会并不是没有，尤其我们烦恼又多的时候呢，恶因缘会跟恶事相会自动排列组合。哎，因缘它本来就是自动排列组合。哦，就像我们说，哎，在台湾就好了。多少的道场，为什么那些、哦、大家是不是那个群众是自己跑道场啊，跑来跑去、哦、都无有定法，哎，是不是？有没有人固定在那边不动的，很难啊。好不容易护持了一段，我又别的地方又是怎样了，我赶快又跟着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哦，有时候累了想要稍微休息一下。哎呦，又想到，哎，我这个时候、哦、年纪大了，修慧学很难啊，或者是怎样，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缘变来变去啊？嗯，哦，所以呢，为恶师所获的机会是很大的，所以呢，就心，哦，这个心莫邪法不入正道了，不是心没有邪法就好了，对不对？心莫在邪法当中。沉没在，等于淹没，被淹没在邪法当中，所以不入正道。如果我们能够碰到名师，是不是就有机会能够心没邪法，对不对？而入正道嘛。哦，那因为我们一般哦，对如何成佛的这个历程，其实我们也很少去做研究的，是因为。要能够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个是要下很大的功夫呢。哦，所以呢，为是被人啊，像这样这一类的人来说的话呢，哦，那么起大慈心而以大悲守受来令入什么佛道。所以对这样的人呢，以善知识来讲的话，他就要起很大的慈悲心，才有机会让他有机会怎样入佛道，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场，就觉得这样子的众生难度啊，不要度啊，是不是？悲心不足的话，就会如此。哦，所以呢，是故呢，自现最妙功德，出大神力啊。哦，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哦，就是说为这样子的人来讲的话的那个善知识，他就得要有相当大的什么慈悲心，还要有智慧啦，种种，哦，那么也才有那个能力去怎样让他能够入到什么佛道来，就如同《般若波罗蜜》的初品里面讲，哦，说佛入三昧王三昧啊。哦，就等于是在等于入定中之定啊，从定里头出来。其实入定也是缘生，出定是不是也是一种缘灭啊？所以不管你怎么入定，还得要出定哦。哦，是不是也是要出定的？所以他从这个三昧起来的时候呢，就用天眼观十方世界啊，那举身毛孔皆笑啊。哦，因为非常的清安啊，法喜，所以他会觉得哦，好像全身的毛孔都非常的舒畅，啊，所以会觉得好像毛孔都在笑一样，啊，所以从其足下呢，千佛轮像，从他的脚下开始，啊，他那个佛陀本身是不是都有那个双脚双手都有什么这个千佛轮像啊？哦，那这千佛轮像还会放600,000,000,000种种色的光明啊，从足趾一直到什么肉髻，肉髻是头盖骨上面的隆起啊，哦，不是头发梳一个小包包在上面，那就太简单了。佛陀的头盖骨的隆起是什么？32相80种好其中的一项啊，哦，那是透过修行来的哦，哦，所以呢。他就处处各放600,000,000,000种种色光明，普照十方无量无数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皆令光明啊！
佛陀就会现出这样子的瑞相。从佛陀从这个从定、啊、也等于说是初定，佛陀要宣说佛法之前都会先入定然后初定、啊、透过入定初定他所现的瑞相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放大光明。放大光明，这个光明从哪里来啊？我们说越上面是不是越光明的、哎、佛陀尽虚空界的智慧本身就是光明的、啊、就是光明的、哦、所以呢佛陀主要还是要宣示一切诸法实相、啊、断一切众生疑结故，所以 才说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典、啊哦、那当然佛陀他所现的诸法实相的量就很大了，圣者如果是出果的话或者出地，他的那个量还很小，不过他那个是非常可贵的、哦、是非常可贵，因为他的那个等于分证了佛陀的法身，分证法身一样、哦、那所以呢佛陀主要、哦、为什么要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主要就是要怎样示法实相啊？哦，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怎样，能够理解诸法实相，而且知道怎么样子达于诸法实相。哎，所以《妙法莲华经》里头是不是也讲到，为实故全，有没有开全显实？哎，废全立实，是不是还是那个实相很重要？哦、其实那个实相是非常重要，实相提供了我们的解脱之道嘛。只不过是小解脱还是要大解脱，对不对？如果想要大解脱就是协助众生的解脱，那是行菩萨道、哦、值是一样的，量不同嘛，才有大圣小圣的什么差别、哦、好，那第六呢，断他控慢宣说罪福、哦、那第六个就再一次的讲说，有邪恶人、哦、因为怀着嫉妒的这种心意，所以会毁谤、哦、一旦毁谤的时候他就讲，佛智慧不出于人，但以幻术来惑事、啊哦、因为他无法去理解佛的智慧有多么样子的那个至高无上、啊、因为邪恶人恶邪的人是不是都是非常下面的、啊，连那个发菩提心的那个高度都不足，哎，他还在这个之下，所以他真的无法去理解佛陀的。当他不理解，在他那么黑暗无明而且杂染的那种他所现的世界，他真的没办法去理解佛陀，所以他干脆就毁谤佛陀，哦，毁谤佛陀说，哎呦，佛陀好像用幻术在骗人一样，因为他从他的理解里头，他真的 不知道佛陀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所以呢佛陀就为了要断他的什么控高邪慢的这种心意的缘故，所以呢佛陀就现无量的神力，无量的智慧力，在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当中呢就自己说，哦，佛陀很少说啊，我是什么一切智人，有没有？我神德无量，佛陀是不是很少这么说？但是我们说这个是无有定法，就看在什么因缘下，佛陀也不得不说了，是不是也不得不说？为了要救度他，哦，佛陀不得不说，所以佛陀就说，我神德无量啊，三界特导，特尊啊，哈。佛陀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嘛、哦、所以佛陀当然可以说他是其实是为了要去折服他了、哦、要去度化他、哦、那也告诉他说，我是一切的什么护护，也就是我能够保佑所有的一切众生 若一发恶念呢，那么会获罪无量啊、哦、而你呢因为你的无知而毁谤佛陀，并不因为无知就无罪呢，无知是不是还是有罪啊？为什么？因为无知当中就会起无明烦恼，那是不是就恶因恶缘啊？
恶因恶缘全都录，不因为无知所以不用录啊，这样懂吗？我们有太多的无知，然后呢，就容易反而容易起恶因恶缘了。恶因恶缘是不是反而会种下去更多啊？哦，不是不知者不罪呢，不知者一样有罪。所以佛陀要告诉他说，你只是一发恶念啊，祸罪无量，因为你会影响很多的人。哦，有时候会以讹传讹，哦，所以说祸罪呢是无量的。但是善恶是不是也是一念之差而已啊？一发净信的话呢，受人天乐，因为我们起了清净的信仰，哦，那么我们这个会有什么善因善缘，善因善缘多了，那当然就会结出什么人天福报嘛，哦，乃至于呢必得什么涅槃果。不仅，哦，不仅修福报，还能够获得智慧，是因为这里的信仰是一种清净的信仰，清净的本身是要有智慧的成分，才有能力转染成净。哦，所以在唯识学里头也讲哦，我们第六意识哈，转迷起悟的关键是第六，我们迷在相而怎样，悟在性，所以要从相有而知道性空，这里是不是才能够转染成净啊？所以净的本身包括了智慧，性空本身是智慧哦。性空，要理解性空是不是要花很大的力气啊？因为我们不习惯、不熟悉、不习惯用什么否定式的思考模式嘛。我们都一直喜欢相有相有啊，但是我们容易迷在相有。哦，我们要理解说这些相有是从因缘法来的，因缘是不是非常平等啊？所以在现象上我们就不用去抱怨，为什么我不如他？因为我的努力不及他。这个公平不公平？是公平的。我只要我继续努力，啊，我的努力程度超过他，我的成就是不是自然比他好啊？那也得要自己去下功夫的嘛。所以净的本身是需要有性空的，转染成净。那因为哦，也因为走这个路线的话，我们这边起善的机会多，善恶的念头是第六意识，但是在这里做记录，如果我们越悟的话就越清净，善就越多。我们不敢讲说没有恶，只能说让恶变少，是不是就要让恶变少啊？哦，越悟越理解，越能够体悟性空的话，因为性空本身才能够由然转净嘛。如果没有性空的这种智慧来讲的话，我们说要如何转染成净是困难的哦。我们一直说，哎，我要发一个清净的心，那个还是方便说哦。何谓清净的心？就是无所求的心呢，啊，无所求的心，哦。但是我们的自私自利呢，随时都在作用。我们的自私自利一直都是有所求，有所求。我们偶尔说，哎呀，无所求，时间很短，但是要让这个时间慢慢增长，就是要逐渐的去透过性空来理解这一切的时候，才有机会让我们转染成净的机会大，而善的会变多。这里是做记录了哈，但是善恶的念头是在第六哦。我们的一念之差，善恶是我们一念之差。
好，那第七，所以这个尽信有没有？尽信就很重要了，因为尽信其实就是信智合一才能尽信，所以就不只是福报，还包括智慧。涅槃是需要智慧的，涅槃是必然一定要有智慧才能够涅槃。好，那第七，第七个因缘的缘起呢，是为令信受自言大师啊。佛陀其实也都是想要让人能够信受佛法的缘故，所以佛陀就说我是大师啊。在这里倒是看到，佛陀一次又一次的讲，不是佛陀在彰显他的伟大，而是为度化众生而说的，说我是大师啊，我有实力啊，成佛的话具有实力是无所谓，这都是成佛的一个特质啊。那实力是无所谓，在下面注脚上面都有了，我们就不读了。那也因为有实力是无所谓，所以能够安立圣主住处啊，心得自在。这个圣主住处也就是圣中之圣啊。除了声闻缘觉菩萨，佛陀是至高无上的什么果报，功德果报，所以叫做圣主住处，而且是安住的，也因为安住所以心得自在，而且能够怎样狮子吼，为什么狮子吼呢？在森林里面所有的动物在叫都没什么人注意了，没有什么动物去注意，就是狮子一叫呢，大家就会注意一下，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呢，对不对？就会想，其他的小动物会害怕，为什么狮子在吼？那佛法为什么叫做狮子吼？因为在世间法其实说的很，世间法来讲都只是改善我们有生之年的事情，但是世间法里头不谈生前，不谈死后，对不对？世间的学问没有去谈说我死后到哪里去啊，都只有谈有生之年的事情，我所拥有的这一切也只能怎样这辈子用一用而已啊，对不对？那个存折呢，当我一气不来了，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也用不到啊，是不是？还不一定上天堂嘞，就算再来人道还是用不到。但是以佛法来讲的话，就会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把存折里面的一部分的钱拿来布施供养的话，那个因缘会不会跟着流转啊？下辈子可以继续用，化为因缘可以流转，如果是现象就没办法流转，色身也没办法流转，用坏了是不是就得处理掉啊？学历证明也没办法流转，存折也没办法，这个什么什么不动产的什么产权权状也没办法流转，对不对？没办法说，烧掉跟着亡者一起走，下辈子出来，我就有不动产动产，能够这样吗？没办法。但是因为我们如果修了什么，修了福报，那就他就直接就投生在什么富贵人家呢，就含着金汤匙来出世啊。所以那是公平的，其实这是公平的事情呢。好，所以佛法的所讲的不是只有世间法，乃至于可以超出世间法，知道生命的来龙去脉，所以这个叫做狮子吼，转妙法轮，于一切世间呢最尊最上，因为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成佛嘛，成佛是不是最尊最上的？所以这个是第七、第八呢，令生欢喜开藏之取啊。就是叫令世尊复次佛世尊
欲令众生欢喜的缘故，所以就宣说了《般若波罗蜜经》啊。哦，那么佛陀就讲，他说：“汝等应生大喜啊，能够听闻到《般若波罗蜜经典》来讲的话呢，哦，这个是宿世的善根因缘所致呢。哦，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众生入邪见往啊，为易学恶师所惑嘛。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生来是不是都带着杂染来的、啊？哎。”我们如果没有具生我执法执，是不会再去投胎转世的了，哎，所以我们都是带着、哦、这个邪见的来的，所以很容易跟什么邪见相应，要建立正知见反而不容易耶、哦、所以我们就会跟易学恶师是不是就很容易相应啊？一旦相应就被他们所惑、哦、那当然我们也不能怪这个易学恶师，其实是我们自己不正，如果我们正就不受影响，对不对？是因为我们也是属于易学、哦、这个那个什么恶见的人恶见 的那种成分多，才会相应、啊、也才会相应、哦、好，所以我能够在一切邪师、哦、恶师邪网当中能够怎样获得出离啊，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哎、般若波罗蜜经典是不是也是让我们要出离邪见呢、啊？要建立 正知见，而且还让我们有机会在修行的这个果位上不断的提升、哎哦、乃至能够达于实力大师，就是佛陀，对不对、哦、佛陀是实力大师、哦、难可执欲而汝今亦欲啊，我们是不是都还有机会去能够有这样子的学习？虽然我们不是生在佛陀在世的时代，但是佛陀就说他的法身长存，有没有？佛陀虽然只是在2500年前的那段时间啊，视现在我们的世间也不过是80年的岁月，也才说了45年的法，对不对？但是佛陀就讲，他说这个。他的法身长存，有没有？佛法是不是还是流存下来了？我们还是能够怎样能够遇得到呢？所以呢，佛陀、啊、他也是随时在开发37道品等诸身法藏自汝采取。佛陀是不是不断的在开发法藏，法的宝藏，法的宝藏，三学八正道、37道品、四圣第八正道，这些是不是都是佛法的宝藏啊？哦，知汝采取，就是任我们怎么样去挖掘，就让我们有机会入佛法的宝山。哦，而如果我们智慧不足，是不是也视而不见啊？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哦。佛陀已经，哦，这个。为了众生 而留下那么多的法的宝藏、哦、所以呢要让我们自己 要感受到欢喜法喜，是因为我们能够入佛法的什么宝藏，而且支取任我们去采取，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取宝嘛、哦、佛陀的宝藏是不是都摆在那里啊、哦、都摆在我们面前呢，哦、就看我们会不会去挖宝了、哦、那第九个呢，为断结使做大医王、啊哦、所以佛陀也讲、哦、再一次的讲说，所有一切众生呢都是为了结使病所烦恼啊，因为我们 都有所这个什么，从这个圣者断三结、哦、出果断三结，到二果三果断五下分节，四果断五上顺分节，到断十节的这个节，其实也是从这个什么顿始历史来，所以叫做节始，也就是烦恼了、哦、就说有节始呢会把我们捆在哪里啊，生死流当中，就不断的轮回生死轮回生死，
那我们也在轮回生死当中烦恼嘛，痛苦不堪呐、啊，哦，所以无始生死以来啊，无人能治此病啊，哦，找不到大医王啊，所以常为外道恶师所误，哦，因为我们找不到名师，找不到像佛陀这样子的实力大师啊，哦，所以常常会受影响，哦，我们的善根又不足。所以呢，就会被什么这些外道恶师所耽误了，啊、哦！而我好、哦、佛陀就说：“我今出世为大医王，有没有？佛陀是大医王，在医我们的心病，贪嗔痴三毒的心病。啊、哦，我们身上的病有老病死的病，尤其是死亡这种毛病，啊、哦！所以呢。”佛陀就集诸法药嘛，汝等当服啊，是不是都是不断的用各种法药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嘛，哈，这个四圣谛啦、八正道三学啦、三十七道品啦、啊，这些是不是都是法药？哎，那么就看我们自己服药不服药啊，哦，所以佛陀也是为了断众生结识而做大医王，而才来宣说什么《般若波罗蜜经》啊。第十个呢是断他邪见世身出世啊，啊，也是要断众生的什么邪见啊，所以他才显示出他的那个身，这个出世的这种身份呢、啊，哈、啊。好，所以在这个内容里头就讲到说，再一次、哦、所以他是复次复次复次，对不对？每一个的因缘都一次的复次哈。有人就在讲说，佛与人同啊，也是有生死啊，哦，实际上也在受饥渴寒热啦、啊，老病苦啊，啊、哦，那佛陀欲断彼意故，想要去哦断他的这种邪见，哦，因为。一般人他是凡夫，就以为佛陀跟凡夫无异了，是不是用凡夫的眼光看到佛陀好像也是凡夫？那其实这是不对的、哦、其实佛陀是 为我们这些凡夫才化现什么一般人的样子，其实佛陀早就脱离这些什么生死饥渴寒热老病死嘛、哦、所以呢佛陀欲断彼意义的缘故，所以才说了什么《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这个开示我们来说啊，佛陀说我身是不可思议的啊，是佛陀是已经成佛很久以后，是不是为了度化我们才化现化身来的啊？所以我身是不可思议的。梵天王等诸天祖父呢？于恒河沙等劫当中、啊、就说这么多的 天王们、啊、还像他们天王的什么祖先啊，这些来讲的话，在恒河沙等劫，一劫有一千多万年呢，有多少劫呢？是像恒河沙那么多的劫，那是不是无量无数劫的时间，那么长的时间想要去思量佛陀的法身，想要去寻究他的、哦、佛陀的音声都还不能测度啊，光是要寻他的身跟他的什么，他的这个、哎、色身或者他的化身啊，哈，还有寻究佛陀的音声都已经都不可测度，何况是佛陀的智慧三昧，那是不是更加不可测度啊？哦，所以呢他就用记来说、啊、说诸法实相中、啊、诸法实相当中呢，诸梵天王等、啊、一切天地主呢迷惑不能了，光是这些天人都不能了，更何况我们、啊、在这个人来讲的话，当然天的不能了 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们的福报很大嘛，他们学佛的机会其实也不一定比我们多、哦、所以他们是不容易去理解的、哦、好，那此法圣武，但是因为他们这些天神其实有神通的能力，他们的神通能力比我们还强、啊、他真的要去测度的机会比我们多，他都还尚且测度不了、欸、他是不是测度不了啊、哦、
好，那此法为什么测度不了？因为此法甚深妙，无能测量者啊。哦，佛出悉开解，其名如日照。佛陀所出、哦、出现的这种光明、哦、佛陀的智慧了，来开解我们这些、哦、这个凡夫的心。那么他的那种光明是不是如同慧日一般啊？所以我们说佛陀的智慧、哦、如同什么太阳光一样啊，太阳光慧日升起啊。哦，而我们凡夫越下面是不是越无明啊？哦，那所以我们在无明当中就是要寻找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尽在佛法当中嘛。我们越理解佛法，其实我们的烦恼会越少，就好像我们在心里头能够点灯，对不对？能够有光明，我们的无明是不是自然会少啊？哦，因为我们没有佛法的光明呢，无明自然会多，是不是自然就会多啊？好、哦，好，但又如同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啊、哦，应时呢，很多菩萨是从其他地方来的，他方国度来的，啊、哦，也想要去量佛陀的身，哦，那他们的量的方式是上过虚空的无量佛刹，哦，是经过了数不尽的这个佛国土啊。哦、一直到华上佛世界见佛身如故、啊、就是说佛的身之大已经超不出他们所行的那个空间、哦、因为佛身本来就是尽虚空界的嘛、哦、就像孙悟空说他跳不出佛陀的如来掌，对不对？跳不出佛的 掌心、啊、跳不出来，佛身那、啊、更不用说了、哦、就算是天人也没办法，那个菩萨都还尚且没办法呢、哦、好，所以呢佛、菩萨因为他经过那么大的那个国度、啊、那个空间、啊哦、那么 都走不出什么佛身的范围，所以呢菩萨也用偈来表达、哦、说虚空无有边，佛功德一耳啊、哦、佛的功德就如同虚空一般，虚空有没有边界啊？没有边界、哦、那么他设法想要去量佛陀的身呢，唐劳不能尽啊，其实是徒劳无功的了，是白费力气的，因为超出他的能力哦。所以他这些菩萨也是上过虚空界无量诸佛土的，见是狮子身如故而不异啊，一直都走不出他的那个法身的那个范围啊、哦、所以一直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法身的范围里头，他走不出去、啊、所以佛身如金山啊，演出大光明，相好自庄严，犹如春华夫、哦、就如同春天的花不断的在开，无限无量的在开着、哦、那么所以呢他佛陀去示身的出世、啊、其实是为了断什么断众生的邪见、哦哦、其实也不是佛陀想要表现什么，或者前面佛陀一直讲我是什么实力大师啊，我是什么一切智人啊，也不是佛陀要彰显自己，都只是为了要怎样度化众生而已哈。好，那第十六页，也如同佛身无量，光明音响也亦复无量。那这种光明音响的无量是透过戒定慧学的修行来的哎。佛陀之所以成佛，也是不是也是从凡夫开始啊？凡夫，我们从凡夫开始，也是从戒定慧三学来啊。哦，这个过程无非就是戒定慧三学所成就出什么佛诸佛功德哎。哦，皆悉无量，就如同密集经当中有三密呢，那此中呢就因广说了哈、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佛陀又把它更详细的来说、哦、所以呢他又讲复次啊，
当佛陀出生的时候，刚刚出生的时候堕地啊，他刚哇哇坠地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行七步路，哦，而且他口字发言，哦，自己就会讲到说这个，哦，他来到这个世间，哦，七步莲花嘛，哦，他自己都还讲，哦，都还有一个记，然后他讲完之后就停了，就没了，言尽怎样变默，就如同一般的孩子一样。那个是他刚出生的时候所现的瑞相，那个现的瑞相很短，之后他又如同一般的孩子，婴儿一般，他也不能走，刚开始当然也不能走，也不会讲话，但是在刚出生的时候因为现瑞相的关系，哦，等到他讲完之后，他走完讲完之后，是不是就变成一般的孩子啊？哎，因为他还是要以一般的人，是不是才能够与我们同在啊？哦，也才有机会，哎，当他长大了，这个透过修行乃至于成道，是不是才有机会来回头来教我们？哦，所以他如不，哦，就是未时啊，他三岁的时候啊，哦，这个如不啊，哈，就是说还是要喂他喂食哦，他也不是说哦生来就开始会走会讲，然后就不同于一般人，其实他还是哦，只是那个时候现了一下瑞相，所以他这个三岁的时候呢，诸母养育啊，渐次长大，哦，是因为他妈妈是不是七天，他才出生七天就过世了啊，哦，那之后是由姨母怎样抚养他长大，哦。那然而呢，佛身无数过诸世间，哦，是为了众生的缘故，所以他现如凡人啊，哦，因为我们是凡人凡夫，所以佛陀现了一下瑞相之后，是不是回复成凡夫的样子，哦，那凡人生的时候呢，他的身份诸根啊，还有他的意识都还没有成就，也都一样，哦，那么他的身业上的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哦，他口业上的言谈语默种种人法呢，那么皆悉未了，都如同一般人一样啊，哦，那也透过日月岁过，哦，一年一年的长大，哦，那么渐渐的学习习学才能够具什么具人法。那么今佛云何生便能语言能行，而后就不能呢？这个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哦，但是他那个是现瑞相，时间很短，哦，所以但为此故啊，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用方便力，哦，来现行人法，如人威仪，令诸众生信于身法，哦，也就是说佛陀的诞生毕竟他不是一般凡人，所以会有瑞相，但是他又不能不现出一般凡人的样子，不然的话我们凡人就没办法与他相应，所以他还是会恢复成凡人的样子，哦，那也主要让我们有机会去怎样跟佛陀学习嘛，所以他也是要像一般人要经过什么这个喂食啦，啊，哺乳喂食，然后慢慢慢慢长，他也不会说突然间一岁两岁就变得好大了，不可能，对不对？他是不是要跟一般人一样啊？哦，所以呢，若菩萨生时便能，哦，就能够走路啦，能够语言啦，世人是不是都会觉得很奇怪啊？说今见此人是未曾有，哦，因为没看过这样子的状态，那么他可能是天，啊，天人啊，或者是这些天龙八部鬼神来的，啊，那其所学法呢就必非我等所及啊，因为他要用人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这些人，因为唯有人是不是才有学佛，比较有学佛的因缘呢，啊，所以他必须要用人的样子来，哦，也要跟我们一般一样的，哦，虽然他刚开始现了那么一点瑞相，时间很短，哦，是因为他确实是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哦，好，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哦，
那我等生死肉身为结使业所牵，不得自在啊。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凡夫众生就是我们就是具有一般的什么生死的肉身嘛，而我们这个肉身就因为我们数世劫来的什么结使业所牵连的关系，所以我们难无法自在。我们是不是受时间空间的束缚啊？而且我们内心有很多的烦恼，所以呢都会智慧不足，福报也不够，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业障的现前啊？也会愚痴啊这些。那所以如此身法呢，谁又能够及呢？所以呢他就必须要跟像一般人的样子，让我们一般人凡夫也有机会跟他来学习。所以呢以此自觉，不得成贤圣的法器啊。就因为用这个方式，那么让我们有机会跟着他来学习了。所以呢为是人故啊，因为他是个人的缘啊，又现人的样子来，所以他就在哪里啊，毗尼园当中来出生嘛，佛陀的诞生地啊。虽然能够到菩提树下来成佛啊，但是也因为方便善巧的缘故，所以他也一样啊，过程当中他也是要经过孩童幼小的时候的，他年轻的时候到他的成年乃至在这当中是不是都还是要嬉戏啦树艺啊福育啊五育具足人法，是不是要跟一般人一样要 有他的成长过程，只不过他可能表现会杰出一点啊。所以在佛传里头是不是也讲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孔武有力的文武双全啊，这些就说他会比一般人更优秀一些但是呢等到他成道以后是不是一样会有老病死苦啊那也才能够生厌患心对生老病死，因为他出世成门嘛，去看到生老病死，所以他生了厌患心，所以他在半夜当中是不是就欲成出家去了，然后到了那个苦行林玉特伽阿罗洛仙人的地方去跟他们学习也是现作弟子而不行其法最后终究呢他还是跟这个法不相应，是不是他还是放弃了那虽然他也有神通那么自念宿命迦摄佛时期其实他也持戒行道，但是呢 今生却是也一样修苦恨六年求道他也示现给我们看了那就说他实际也去这样子的经验过了所以呢终究他还是放弃。如果他没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验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你没有经过苦恨，说不定苦恨就能够成就呢他也经过了苦恨但是呢还是不相弃所以呢菩萨虽主三千大千世界但是他要成道之前是不是也要降魔破魔君成就无上道随顺世法故呢，那么现世众变，他也是要随顺着我们一般人在世间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都有修行上面的种种的什么变化好，所以呢今于佛陀呢今于般若波罗蜜经当中现大神通智慧力故其实也是透过般若经典来现大神通智慧，因为般若经典本身是因为有智慧才能够向上提升向上不断提升提升到七地圆满的时候自然现大神通菩萨摩诃萨是不是可以分身了那个现大神通也是因为有智慧的关系二大欧生祇劫满就超越了分段生死生之苦，是不是就分身无数亿了所以诸人当知呢佛身无数过诸世间
所以我们一般人就要知道，其实佛身无数，其实这个过程还是累劫数世修过来的啦。第一大欧僧祇劫是让我们超凡入圣，验证了什么？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不断不断的扩大。到第二大欧僧祇劫的时候呢，是第七意识的杂染转染成净了，所以他可以开始分身。所以到第三大欧僧祇劫，是不是就现大神通啊？随处祈求随处现，千处祈求千处现，那这些是不是都因为有智慧的关系？那菩萨道当然还因为慈悲心，所以那个量不断的扩大，才可能圆满成佛。这个圆满了实地之后，是不是自然就成佛了？好，所以这一段是断他邪见，所以他就示现他身的这种在世间的这些状况。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